安兜的绳子也到了呀，把这个给安兜拴上。不抗拒啊，搞定。安兜这毛太长了，这毛太长了，快点下，让他下来上个厕所，然后带到楼上去，不然他在楼上又憋着，憋一下午。很多，我刚刚下去把思雨给抱上来。很多，干啥？待会儿啊，给他们洗个澡。他想出去，安多想出去玩。不行啊，就在这里，好吧。安多，给你洗个澡啊，先把这个项圈拿开。安多在抖，每一次进卫生间像上刑场一样啊，一直抖。别动了，这家伙一直在抖。别动。安多还有点怕，小家伙们都不太怕这个东西了，他还有点怕。别动啊，随便冲一下，随便冲一下，把那个泥沙什么的洗掉了。好多泥啊。咋的了？又哭了？我看眼泪流出来没有。你在这地上抓地力还不如我呢。把尾巴洗干净。哎呀，香香啊，待会再洗头啊，先洗前半段。咋的了？我看，因为明天要去打疫苗啊，所以给他洗一下，不然打完疫苗比较长时间不能洗澡啊，所以先给他洗一下。安多好害怕洗澡啊，我发现真的，这小家伙啊，怂成这样啊。不过安多都还算好了，有些狗子我看那个才是。洗个澡，跟要了狗命一样。啊！哇！站住啊！全是水，甩到卫生那是。这个不会响了，现在不会响了，它是过热了，吹的时间太长了。安多在外头嘤嘤啊，啥呀？它不光不怕，这是喝水。啊，一会儿就洗好。四月是空心的，之前那个白手套是实心的。哇，
这个脚会不会变白啊？洗洗这么多泥块。站住！哎，这小家伙好洗，难度那太大了。呀，还是小家伙方便啊！来，过来。嗯，在我身上。看一下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好蓬松啊，现在好香啊，搞定啊。哎呦，腿都真酸了，用地上的毛擦一下，拿到卫生间洗一下，冲一下。嗯，